欢迎麦家老师。今天读书会的主题是走进麦家老师的作品，找出三名卧底。这个小环节叫做火眼金睛啊，说出照片当中人物的真实姓名，请看题。谁？我们都猜出来了。我真没看出来。这个啊，你还指望着别人猜出来？之前藏得那么好，这一刻暴露了啊！花花怀疑哪三个人？第一个是杨迪，听到两个声音在帮杨迪说话，我觉得贾玲姐我值得怀疑。跟着我肯定是一个好人。这一轮卧底，他们将获得一个老鬼的消息。你觉得好的情报人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特质？他愿意为一个组织或者为一个国家去牺牲，包括生命在内的任何一切。王牌对王牌，今天20:20，王牌绽放。